嗨，我是廖帅。今天你吃冻饭了吗？哇，今天来到啊身穿洞洞。身穿洞洞啊，在台中是有两家分店。这一家分店啊是在梅亭街。哇，这个冻饭也是很厉害。你看这个菜单。琳琅满目到不行的菜单有够多的啊。这一家跟台中市那家，上次我们去吃的那家信兵卫啊，两家店呢长得很像，非常的像。一开始我还以为说，信兵卫开分店在梅亭街啊，原来不是，他们是对手。这一间是身穿洞洞，有一只那个雕像那个哇，而且他们的洞饭呢也是非常厉害，生意很好。这个啊是老房子改建的，哇，外场服务人员是非常的多。今天呢、我们就吃那个综合海鲜冻饭，吃吃看呢、身穿洞洞在台中市冻饭到底厉不厉害，毕竟我是个冻饭达人，吃了就知道这家店到底好不好吃，可不可以跟新兵卫 PK， 还是跟台中市最强的姜姜烧 PK 呢？等一下你就知道咯。用粉笔画画啊，也画得非常漂亮，非常厉害，超强的，整个就是非常的很有气氛，像粉的感觉，超厉害的。这个桌子啊有点小，桌牙拍不到整个桌子菜的情况，所以吃饭都要拿起来。这个桌子啊，你知道桌子底座是什么？底座是以前啊放那个，不是以前啊，现在啊放那啤酒那一种的。各位看一下，那个生啤啊、玻璃罐啊、叉茶一种的啊，那个篮子啊、倒扣啊叠起来，上面放个木板啊，就变成桌子。哇，现在很流行这么做，只是啊做起来是真的有点挤。非常的窄，我们的精选炙烧冻来了。这一碗啊，你知道这一碗多少钱吗？我看一下价钱。这一碗啊，330块，哇，超小一碗的，好可爱哦。这个跟信兵卫啊碗是两回事，信兵卫啊碗很大，可是很浅。这个啊是小碗的，可是它很深哎，哇。精选炙烧冻里面有这个，有蛋、鲑鱼卵、鲑鱼、花枝，然后新鳗跟干贝。不过它这个瓦萨比啊，这瓦萨比不行，这种啊，这种粉啊，加点调制而成，要吃起来啊，超辣的。哦，这个玉子烧不错哦。吃得出来是手工哦，师傅自己亲手做的。吃一下我最在意的醋饭。哇，这醋饭，这醋饭是使用比较软的那一种，它里面呢、有加一些那个酱油的。酱汁在里面，酸酸甜甜。这个醋饭真的太软了，下面都这么软，整个都黏住黏在一起。还有点一个什么？等于这个牛排沙拉，哇，厚切牛排沙拉是用一盘肉的，
上面还有葱花跟鲑鱼卵。哦，这一碗肉吃起来很好吃，而且还鲑鱼卵超多的。怎么都是鲑鱼卵味道，这个还不错。这牛肉好吃。这个啊，这个是清汤下巴，260块。哇，清汤下巴摆盘很漂亮哎，你看这个柠檬，柠檬还雕花哎，厉害厉害。这个清汤下巴，它的胡椒也好特别哦，里面有那个花椒的味道，胡椒香气，而且这个清汤下巴超嫩的，油脂很多哎，这清汤下巴好吃。我觉得啊，这间深川洞啊，食物啊都蛮好吃的，就差在那个啊醋饭啊，那醋饭真的太软了，都夹几碗吃起来都没有咬劲，而且啊味道也不够酸。不然的话，我是觉得是还不错了，虽然说有点贵，生鱼片都有点薄，不过是还可以接受了。毕竟呢、啊，现在生鱼片啊都很贵。我是要算，那我们下次再去吃别家东班喽。还有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啊，我很爱看人家厕所，但是啊，这里的位置数这么多，夯不啷当加起来应该有30几个吧，可是厕所只有一间。而且那间厕所，我根本不想进去拍厕所，我觉得厕所需要改进。